大家好，今天来开箱一个百达 Beta FPV 的 ELIS 1瓦高频头，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。好，打开，首先会看到一张说明书，中英文的说明书，高频头说明书。好，一包线。高频头一个，这个是它的 QR code， 天线一个，打开看看，这是一个1瓦的高频头，后面有个背包，还有一个默克森天线。默克森天线包，那我们来给它上电看看。上电之前一定要装上天线。要用 2S 的，2S 的锂电池就可以了。上电。好，我这一颗因为已经我有把它升级到 2.5 版了，所以它已经有出现一个版本号码。如果你们新买的话，可能不是这个样子。500赫兹的。现在是25毫瓦。成50毫瓦，好，大概就这样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